这是我家婆遇到一阵，你先拿去，当时银子找一个客人，你母女住上一回，我马上回家再偷些银两，我到客店找你们，我们一家三口远走他乡。好啊，那个小东西，我就晓得你们耳朵死里叫人啊，把所有给我拖回去。不行，好，oh。
是老爷，自从你出诊以后，维持这家一品生下了儿子了啊。什么？是我的儿子？是我的儿子啊！啊！真是辛苦不必，为此我操持家务也是理所当然。夫人，这是回朝告假之日，就要回朝，一家三口，好好的享受天伦之乐。老爷，你派差人来府接报，说你就要回府。我已备办酒菜，恭候老爷回府享用。如此说来，多谢夫人了。老爷请。夫人请。我有宝贝了。
乡亲人啊。王爷哟，又想什么呢？看你村里那位愁眉苦脸喽，妈妈都急坏了。玉玲啊，妈妈今个是来向你报喜的。母亲，俺等人死在棺材就没有嫁给你了了，还说什么喜事呢？哎呦，我的乖儿子。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噻？人常说的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这句话呀一点点都不错啊。自从你把刘桂芳休掉后，妈妈我不怕花钱，我倘没人啊到胡云威啊给你说混了。那胡云威的姑娘哦，长得是亭亭玉立，各色天子，号称胡小姐啊，是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浪艳之美哟。美人都不晓得泡了多少汤哦，费了多少苦心才说好了。老娘哦，我怕一场梦多啊。刚一说好，妈妈我就下了病人。明天呐、啊，就是我娃的大喜事了哦。母亲，你又给我讲人了。儿子，这个姑娘漂亮贤惠，会神会呀，老娘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哦才讲好的。儿子，你是当高兴啊？真的是嘞，这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推磨图强换砖墙哦。母亲，你会上房去吧，带儿子好好想想。儿子，妈妈便是不得错啊，没有什么可想的了，明天就拜堂听话啊，再也不要以妈妈变人了，你要答应我，你就是妈妈的乖儿子咯。哎，妈妈，到了这个时候儿子不答应行吗？学着你儿子，你能听妈妈的话呀，妈妈我就高兴了。昨天我孙妈妈的心哦，妈妈也会像房子一样放着你看着你呀。从今往后，啊，娘我姐就不担心了。哪个要是限制你的自由，对老娘说，我就叫他滚回去。儿子，养养精神。妈妈回房去了啊！母亲好，走。哎呦，这就好了。哎呀，齐聚！母亲啊，母亲，我岂能带领你明天与胡家姑娘成亲？像桃子将娘扶一
娘啊，我虽然蒙了你一眼，可知道你儿的心，我不答应你，你能不要叫人骗我吗？只有答应你，好让你放心，不防卫无聊，消除你的戒备之心。今日只令我要离开你了，桂芳啊，女儿，我也知道你们凶毒极少，不管怎样，我也要逃出去，不然明天母亲要我与胡家姑娘成亲，我要依从母亲之言。我亲人怎么对得起你母女啊？临终之前，我要给母亲写一封书信，好让她看我信，知道我去何处了。母亲啊，祝你是天上的儿行。
包抄去包连金门，包贵嫂包分文难难还，你把儿远苏三偏滚铁金想归你发想你儿懂得有三，在扬州你恰似一番鲜明，他们是玉林我不相修三，而今所以不得了，又去厨房无人，这间装上一封书信，老夫人你看。you
真的。